民意调查、民调，是毋是会出？是毋是会当相信？是毋是会作假的？所谓的假民调，或者叫做所谓的民调，而不是民调。我的政治经验，我讲，伫台北市市长到总统选举，一直到我卸任总统了后，经过这十年的观察，甚至参悟，我会当做一个上界明确的见证。民调就是民调，只要民调，你莫来变作民调。你是做真的，不是在骗家己、骗别人，或者是来咧做宣传用的。民调绝对会准。我会记得24年前，我选台北市市长，我就有家己的民调中心。你会当卖相信别个民调机构所做的民调？也是对方所做的民调，但是咱家己有民调中心，安尼咱就会当非常清楚。最后的投票结果，就是照咱民调所做的，拢总是差不多同款。我伫台北市市长24年前。伫党内初选之前，到初选了后，甚至大选之前，迄、那个上界激烈的三角都过程中间，我的民调显示，拢总是领先另外两位主要的市长候选人。最后的结果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第二届要来连任的时阵。迄当时，咱的民调中心嘛是难讲，只要是三卡都王建选，伊是选真诶，伊无放弃，甚至无所谓的弃保的问题。那安尼三卡都马英九、王建选甲我阿扁啊，我嘛是伫民调内底，我是绝对来领先，绝对会当选的。但是那如果阁有一个题目啊，问讲到最后王建选放弃，其实是有要弃保的话，阿扁啊绝对是输马英九。所以投票的结果，因为弃保的结果，因为王建选伊无真正咧选，伊最后放弃，所以阿扁啊来失去连任的机会，啊，这嘛是。民调的报告早就安尼难讲，一点都无意外。啊，伫2000年总统选举的时阵，咱嘛知影，迄当时打开始，宋楚瑜一个人，伫1999年就一路领先伊的民调，一直赢过阮其他几位。的民调支持度加起来还阁袂伊个济，啊，这嘛是事实。但是最后，一个九二一大地震发生，本来阿扁也伫民调排第二坎的，啊，大地震一个结果，我嘛是一个政治的受灾户，连战第三变第二，阿扁也变第三，一直到新票案发生了后。阿扁也才慢慢伫第三变第二，到最后来胜出。所以伫个民调个过程中间，咱拢总有非常清楚、正确个一个掌握，一点都袂过节。但是咱所掌握个民调是安尼，咱最后一定赢。不过，对手连战阵营呢，听你讲，因最后有七分的民调，送予迄当时的李总统兼董主席来看，
讲免检绝对会掉，因为手份民调机构所做的民调结果，拢总显示免检伊是第一名。最后一名的手份拢总是经过民调的、经过调整的，就是所谓的假民调，来咧骗家己，来咧骗别人。同款，伫2004年，我要连任的过程中间的民调，伫2003年，当郭清和连选票，伫2003年的4月，因升级的时阵，连选因的支持度是51%。啊，边啊不过是26%，拄啊人的一半，啊，这嘛是一个事实。但是经过努力拍拼，到最后逆转胜，半年的时间6个月，伫2003年的10月底、11月初，不管是阮家己做的民调，或者是《中国时报》所做的民调，拢显示阿边啊。拄啊赢一拍，意思是讲阿扁啊，伫2004年的连任总统的选举中间，我唔是温输的，我还可以赢，还佫有机会会当逆转胜。民调显示就是安尼，到最后的结果啊嘛是安尼，就是赢，但是险胜赢无济，最后是0.228%，连一趴都没有。所以民调要骗人啊！2005年，迄当时我会去关市长的选举，我嘛足关心咱陈定南部长，伊部长不爱做，讲要倒转去选，伊做过县长的宜兰县的县长的选举。伊当时大家感觉讲特动的，一位宜兰经验2年县长的开基原作，加上4任的立法委员，啊，佮有5年的法务部的部长的经历，品行操守、道德，拢总是大家众人而乐的，敢会？有啥物定答？所以大家感觉讲，咱陈定南部长等于阁选县长，绝对是稳调的就对。但是民调咱看到毋是安尼，竟然伫民调显示伊会输李国华，不过是一个乡镇市长、一个老县长、一个部长、一个资深的立法委员，竟然伫民调会输。这个李国华宜兰市的市长，最后投票结果啊，就是安尼，真正输要10万票。所以伫个过程中间，咱嘛去问讲啊，是安怎你无要投陈定南部长，倒转去阁做县长？竟然呐、啊，有30几%的人认为讲啊，都做过啊，唔通阁回国。应该爱培养少年一辈来做咱宜兰县的县长，意思讲唔是咱陈部长唔好，佮当伊做县长无够格，是因为伊曾经做过啊，安尼就会使啊。所以即届咱苏贞昌院长。做过2任的台北县县长，即摆阁要回国来选新北市的市长，我相信最后的结果输15%，将近要30万票，绝对有相当的原因，是因为讲伊无必要阁回国，毋是老县长无够格。不是苏院长伊的治理能力唔好，是因为没有必要再回国，和少年人、
和新人做看卖咧。无只阿你讲，一个老馆长，一个做过院长的，一个是总统级的，现在会输15%，会输差不多要30万票。我所知影，伫过去的台北县县长选举到新北市市长选举，民主进步党所提名候选人输了上届侪，啊，就是咱苏贞昌。过去选了差上届侪，就是罗文佳。罗文佳甲主席为咧选，迄届嘛才输19万，就一定感觉讲啊，输有够侪，有够侪啊！啊，即届输一个佫较有咧。选举就是安尼。所以一直到2016年的选举，我也能做一个上佳好的见证。国民党说他们的输是输在左主义事件，但是左主义事件是发生在投票前一暝，但是投票前三天阿扁啊，就打电话，和迄当时伫咱蔡英文竞选总部担任非常重要顾问的职务，非常有分量、有影响力的一位高层。我也请教讲，伊向咱拢总会做安尼选举结果，的一个民调最后的评估，到底咱？是安怎看2016年、2016年一直发委员选举甲总统的大选？伊话讲，你不得不相信，真正民主进步党的民调中心实在有够准的，比上名更加准，亲像铁板神算共款。伊讲总统绝对赢300万，尾啊300.8万，这无够。上届调查，总统的得票率偌济？总统的得票率是56%到58%，最后咱摕到57%，安尼有准无？更加准的是，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伫选前三天，这位高层人士外国讲，咱评估的结果，立法委员咱会当摕到68席，民主进步党真正摕到68席。一息都无差，所以只要你卖做假，别人做你唔相信，咱家己做，啊，真正就是安尼嘛。结果就是安尼啊，你还能够说民调会作假吗？除非你自己作假，只要你不作假，民调是绝对可以确信的。包括这届2018年的地方选举，以咱高雄市为例，实际上伫宏观之前、宏观了后，咱所知影的民调，咱家己做的，不管是中央党部，或者是讲候选人的竞选总部，实际上咱是输的。当然，对外面做宣传，对外面做公布，甚至有政治性的。一个已经节目所公布的电视台的民调，一个结论，伊嘛知影讲输，但是为着军心士气，袂使放弃，伊嘛是爱公布小赢3%。所以，我讲遮尔济咧，是要大家讲一句结论。唔通怀疑讲民调会去作假，除了你家己作假来骗家己骗别人，无只将来唔捌一届，起码我会当见证的24年内底，无一届是无准的，你相信无？